他帽子卡住了。继续玩。从这边过去，七跟七的倍数不能讲。好，五、六、阿里山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泰鲁格、十五、十六、一零一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一六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红毛城、二八。二六，红毛城，二八，四七二十八，二七二八就是一个坎。我很少按到这么后面，来来，去领牌，这个牌不好领呢。我可以自己选吗？领牌，徽章，可以选号加两千。算了，徽章。好，自己宣布。哦，什么？哦，二臭人头香。哦，这个真的很臭，臭到不行。麻烦每位来宾脚交一只你的袜子。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袜子真的不会臭。好，每个人都好。我可以之前在别人节目上脚很臭。我的就很臭。很臭。我没有穿啊。哦。我要他，哇！你拿过来，这个熏过来，真的有哎，做完到了是不是？麻烦把那个二臭真空箱戴在头上，等下问了一个，好，看啊，出现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想？大哥来骚扰，大哥还要做偶像哎。是酸酸的，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大哥，哎，等一下，里面为什么有一些已经有工作人员？工作人员的才不行呐、啊！工作人员内裤哦，还有内裤，真假的啦？哎，你们可以玩快一点的吗？哦，来了，好，我已经有闻到他的丢了，他帽子卡住了。真的不行哎，快点！七跟七的倍数不能讲。